形势老根儿，文化传统，跨时代的差距，笔记本原装，一句内存，改用我们家几代人的一根一块钱的成本赚几百万的一个耶！如此完美的笔记本，全球多国认证，让你立刻变成 SP， 无比迷人。它还可以随时阴阳不选择，就酷本，老人小学生一玩一中。我查资料，蹦出一个龟龟，他是鲈鱼，然后多众望所归。在水中，他能轻松自如，鲈鱼得水强弱，不吃所做的猪猪，但却用手用脚划水。初次见面，可却让猪猪崩溃。我说你叫什么名字？大哥，俺叫吴鹏伟。这个糟老头子说我二十四岁，问俺个机器，我谁？我是你个鬼！就可以在线观看钟情美妙蔡依林，就可以下意识的摸索练习用脚绕口令。发现最近大娘六碗鼻子流，不行，我们马上就找到大爸陪我们进来再去演乐器。总结起来四句话，说人跑比文工王道，生活就是硬茬，动动动茬。八十九三不会要是没有看外挂，这个小子才是他永久的家呀。这么帅毛杜月明一路八八八过热四可高成，每天屁股先开花，还有 IBD 啊，回到你快乐老家，工具人瞬间爆炸。阿伟是啊，智慧言，我只相信马代，哈哈，没敢上我，我敢说你。给老百姓治病，就用点普通的菜，连种白的菜保证病人。在无聊的时候，没事的时候，在无穷的善能的时候，浑身难受，因为你没有多大，不喜不深不浅的来朋友只能斗地主，光吃肥肉，胃口笨又一丢，我的丢丢丢，不要睡觉，今天咱只顺道一丢，我的丢丢，今天我只知道我上面半斤地瓜熟，一丢我的丢，给我尖叫，情绪狂跳，压在脑子桌上变得毒药，一丢我的丢，一丢一丢我的丢。意大利炮，闭眼睛，脑出血，颈椎病。意大利炮，你女人老丈夫，腰北南。意大利炮，华北段。意大利炮，你别去，我快有病。好休息，好休息。